咱的渔业有恩近海，远洋甲养殖渔业，感谢渔民朋友的打拼努力，创造出每一冬100万吨的产量甲900亿的产值，是全世界渔业产量排名第27大的国家。为了要甲渔民做伙打拼，渔业署嘛积极来办理渔业永续措施，包括净滩、协助成立环保监队、放流各种仔啊。最近10冬以来，拢总放流14种种类，总共9134万尾仔啊。办理休渔奖励金，每一只渔船牌啊，每一年上少9600元，第二年调整做20000元，渔船搁再按照每一栋加发1500元。目前已经计划1亿5000万休息奖励金，还有2亿5000万奖励金在计划的阶段。另外，修港老旧渔船，最近4年修港139只渔船牌啊，修港金额大约1亿6800万，一步一步调整咱的渔业体质，走向永续渔业环境。温柔渔业方面，感谢渔民的支持和在海外的打拼。咱参与了8个非营利性渔业管理组织，澳明在2015年10月对台湾远洋渔业业务牌，将台湾列为打击非法掠鱼不合作的国家，影响了超过1000只台湾远洋渔船和渔业产值。大家通力合作，渔业署透过新设置的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，协助渔民遵守法规等行政措施。到尾也伫2019年6月27号，台湾远洋渔业脱离澳明黄牌警告，代表咱的渔业管理机制已经得到澳明认同，国际贸易商会当安心采购咱的渔产品，外销更加顺势，保障咱的渔民生活加400亿的产值。另外，台湾伫2019年7月4号正式加入南印度洋渔业协定。确保咱的船队伫印度洋抓游鱼的作业权益，保障咱大约100只渔船，创造出8亿的产值。今年8月开始，渔船 VMS 甲 e-logbook 的通信费拢由政府专业补助，每一只船上盖济每一年会当省45000元。用是渔业方面，感谢渔民立业辛劳，以海为产，创造出台湾的南海奇迹。为了帮助渔民减少天然灾害造成的损害，农委会对2017年开办养殖渔业保险，将石斑、鲈鱼、蚵仔、石斑啊这鱼种纳入申报，帮助渔民朋友分散天灾的风险。到今嘛，投保面积622公顷，补助金额1992万，已经累计5718万。另外，渔业署搁推动 LNG 零排水试验场。加上关科技研究投入，而且增进养殖管理技术等等。除了养殖渔业有保险以外，因近海渔船有哪有特别保险？每一只船上座补助8000元。除了这以外，因近海渔业嘛补助1000只渔船新到 AIS 或者是 VMS。在海上通信服务部分，除了渔业广播电台提供气象甲法令资讯以外，也有渔业通信电台在需要时阵提供救援资讯给相关单位。今年开始，搁增设为侵袭性，通好提供渔船紧急所需要的医疗服务，就是为着要做咱渔民朋友上坚强的支援甲后盾。目前，咱的渔业面对着渔业世代交替，经验传承是即马上要紧的代志。渔业署除了提悬原本的奖助学金，放宽奖学金升级限制以外，也鼓励水产海事相关院校毕业生就渔船服务，给因奖励金，成功牵绳56个人上船。目前有关有29个人伫船顶服务，为着鼓励少年人从事养殖，已经培育33个优秀人员，到日本、马来西亚、越南这些国家参访见习。对今年开始，渔业署搁执行高中生从事渔业计划，每一冬补助900个，大约2000万奖学金。听说咱的海，听说咱的渔民朋友，渔业署甲你斗阵行。